别想了，这件事从头到尾，从想到做，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今天我哮喘，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想好了吗？这不是你最喜欢的中分吗？姐，我真的没有钱了。等我找到那个骗子，你们的钱我一分不差的还给你们。爸妈是说的挺对的，没辙了，没辙了。在自我撕裂，你那天告诉我你爸妈认可，那时候我刚被法院开除，一无所有，不可能让你再等我一次。这已经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。别你别碰我，我去搬尸体了。我今天去帮人搬尸体了，浑身都脏了。别碰我。把你的跟那个香港那什么天王似的，怎么说剪就剪了？我做生意被人骗了，我差点被人打死，我来这边追债，然后